看到没有，这种垃圾吗？猝死就应该杀爆他，干你妈废死团，你还没废话。我爸骂我啊，骂你什么？骂我去死啊啊！叫我去找工作啊！我跟他呛骂嘛，他不高兴，我就是干掉他了，我就是干掉他了。干你啊，不然要怎么样？把丢在养猪场吗？奇怪耶，看他妈一脸猪样，干你啊！你干嘛？四肢都割掉，有没有养在养猪场，然后用嘴巴灌死？感到有废纸团体出来讲啊，没有人权，确定吗？阿宅们醒醒吧，阿宅们站起来，我们要准备进攻喽！阿宅反抗军电台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飞碟电台 FM 92.1阿宅反抗军电台的节目。我是朱雪涵，昨天他们都没去，四个来宾，三个有露齿隐形。是，现在就是跟你放在一起的女生都很厉害。也不要这么说，我是负责凸显大家。看看你的思想多强。他喜欢到你。我说，哎、欸，哇，我林慧君讲话那么粗俗，看起来很失望。我去做滑鞋大奶茶。那同样的，我们每四周谈一次的梦想，又是今天的主题。如果你曾经坐过捷运，你在车上看到过有一个看起来很奇怪、平头、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，手上不停地转着两颗看起来大大的这个透明的球，那大概就是陈星河。对于陈星河来讲，他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，其实是在为了他将来的梦想做练习，为了他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实践他十七岁的时候许下的这个承诺。我的梦想就是成为太阳系团的表演者，而且我已经做到了。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全宇宙最厉害的老师。你知道吗？光纤之父高博士当初在发明光纤的时候，所有的科学家也跟他讲说，不可能，你提炼不出这么纯的玻璃来，资料或者是 data 没有办法这么快速的传递，你不要去做。但如果他当初相信了，我们现在要怎么连上线去打魔兽世界？当上全球百大企业台湾的第一名人。来记一下，现在是1月9号，对不对？4月9号的时候给我打进来，告诉我说你已经买了一台笔记电脑，已经开始试着做你觉得还不错的音乐。可是同学们他们都认为我讲的话是太夸大了。不要在乎他们的想法。OK， 好。人的一生先要照顾好自己，才能照顾好别人。这个基本上这个时间就是本人的。影评时间呐，《电子世界争霸战》的续集，现在叫做《光速战记》。基本上这部剧情的剧本真是妈出乎意料之外的烂，你特效做那么好，你剧本可以写成这样子，我真是很佩服好莱坞那些脑包。妈到底是怎样脑袋装屎吗？你有那么好的特效，剧本稍稍写得合理一点，对不对？不要那边一直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搞到最后大家看不懂啦。真是让人觉得很神奇。重点是在于有没有足够强的信念，能够做你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，而不是被你周遭的那些人所说服、所驯化。一只鸟如果一出生就以为自己是一只鸡的话，它永远不会飞的。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我可以到飞碟，到飞碟工作，是不是？那你觉得在飞碟工作能够怎么样子，能够娱乐到别人吗？还是你单纯只是觉得好玩？就当别人就是很一个人的时候，然后粉丝在旁边陪他是件很好的事情，就想要当可以陪伴大家的那种人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这个下个礼拜我们录音的时候，你就到现场来当观众吧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做得到啊，没问题。看随意发高中生，台湾就这个主持人这么，如果都是男生，你会怎么？我会鼓励他在家里追求梦想。抓到你的梗了。不是这么说嘛，是不是女生比较需要鼓励跟加油和支持啊？是不是？什么叫电话打不进来？我靠，马上满线哦！我告诉你，之后讲的没有来飞碟哦，之后就是那一人一只大恩宝。大被讲出来的盟友的大恩。就被你讲得怪怪的。哎呦，不要这么说啊！我只是讲的是真大恩宝，是不是？我就拍一下大恩宝。大恩宝。拍一下大恩宝。什么叫被拿我？我什么事啊？千马干加赛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本节目第一次视线权。就拍到。
真的，就把它记录下来，以后再也不会发生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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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场的工作人员给予起立鼓掌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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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非常感谢。一起起立鼓掌，想着找办底下穿内裤啊，放上一次，放上一次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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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本节目史上第一次满线给予一个好的称赞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呦，好好好好好，敢智障。好了，今天谈梦想真的很愉快，跟大家说一声拜拜，下次再见啊。哦，各位，这个欢迎收看超市，每个晚上8点到9点半，礼拜一到礼拜五的。名字不叫熟女不男主哦，到底谁取的烂名字？不正常世界研究中心，本节目有很多的正妹来宾，各位有空的话要记得收看。好，维君记者在这边插一下我们的画面，是不是赞？好，拜拜。我在这边代替朱大员工，感谢他今天请大家吃尾牙，不晓得是不是我 push 他两次的关系，但是他是个好老板。好，哎、吃什么？你们吃什么？五颗啦。吃到吃超多了，妈，好可怕！他们还把别桌锅拿来吃，你知道吗？5克拉是什么？5克拉就是我们以前去吃过的一个吃到。哇！我来代替大家感谢组长。真的，今天还有红包。还有红包？对，年终啊。算是工作奖金啦，说年终是礼券还是乐透吗？现金呢、欸？开玩笑，他是一个好老板，真的，谢谢谢谢。